哭的原因是因为我下次肯定没问题。敢唱就行了呀，今天唱也敢唱。我敢唱，今天是就唱，就台下有观众太激动了，就用那个猛，然后就送给的。就是声带闭合太早了，但我觉得很棒。就是我反而是唱不到那种，就我唱不到那个音的，就是全球可能只有5%的群众吧。你要是现在，你好认真，好快啊！那个，这个是花手绢啊，那个眼睛之谜，拍出来。